所以今天你今天多久没休息了？我是早晨5点起来上班的，然后晚上吃好晚饭又被叫出去上班了，然后过了2小时。也就是说。就是差不多凌晨5点到现在。算了，我也不提了。是，留给大家说吧，留给大家说吧。真是干什么要说我？我觉得我说的太多了，不好，要变大妈了。是大叔吗？哎，瞎子大爷，应该不会来的这么快吧？我以为你到时会拦住这个瞎子的，我那个时候可以单杀对面鳄鱼，毕竟你要追杀瞎子，其实不是那么容易。哎，等一下，他没有点燃，也没有闪现。完蛋！双 buff 就是应该好，归我了。小兵卡我位。躲猫猫。鳄鱼死了，到了大奖了。
我也觉得刚刚那个声音有点诡异。没事，大家都是幻觉啊，都是幻觉，大家什么都没听到。嗯，什么声音啊？就刚刚听到了一些什么声音，就挺奇怪的。没事没事，都是幻觉，都是幻觉。是，是因为我吗？不是的。就刚刚那什么声音，我也不知道，反正挺奇怪的。好，我意思了。是我刚才打了个哈欠还是？应该不是。哇，还真的在呀、啊！哇，这么掐不舍吗？你这么掐不舍的吗？谢谢谢谢。啊，对不起对不起，我怎么 A 了一下？单智慧默认跟单飓风都不强，但是智慧默认加飓风两个加一起就很好。我会注意它放大的，它一放大我就会定住它。嗯，不要怕。说定关系了没有？是就是好朋友，很要好的朋友。
算了，留吧，不着急。那我跑中路去了。可以。燃刀呢，伤害很高啊，超级高，特别特别高。但我就是不喜欢燃刀。那我跑中路去了。哎，本身这两件装备的定位就不一样。我本身又不是追求伤害的一个出装，啊，总是跟我提养刀养刀的。我是上单位置，我又不能让别人顶在前面说，哎，你上去卖，我来来输出，又没有这种好事。我总是身先士卒冲上去啊，向我开炮！向我开炮！然后撑下第一波伤害之后啊，再把他们这个怎么说呢？啊，要么就啊，这个怎么说呢？光荣牺牲了啊，死之前呢，打出一点伤害，要么呢就是别人打不死我，好，那他们就全死掉吧。那你出个羊刀，你要有人保护才行啊。啊？为什么就不能是啊？那个李幼斌呢？为什么要跟蔡？为什么一定要蔡徐坤呢？你这家伙买老子蔡徐坤不好啊！像你们啊，这个怎么说呢？看的是蔡徐坤，像我就不一样，我看的是亮剑。像你们这满脑子都是蔡徐坤的，不好不好。六六六六六。羊刀，我这套装备吧，你出个羊刀确实可以增加很多的攻击力，可以的，可以添加很多的伤害，这个没错。哎呦，怎么回事？可是你要出羊刀的话，那你说吧，把我现在身上哪一件装备换成羊刀？来，给你选，你要拿什么去换？我活下来了，好啊，那我把多兰剑跟羊刀换一下，如果那个商店老板肯的话。
哎，你们这个不应该啊！你们这个，视频跟银行都坏。我倒是想坏呀、啊。杨刀可以触发 T 莫的一技能的伤害，然后智慧默认的，然后那个如果我出了破败的话，破败的都是可以触发，而且杨刀他本身提供的攻速跟伤害也很高，三个小时。应该，哎，我活下来了，谢谢谢谢谢谢。看到没？谢谢智慧默认，救命的，没有这玩意儿早死了。这是什么？这是什么东西啊？是的，智慧默认应该给我的一些广告费。哎，感动中国十大青年，大家并没什么卵用。好吧，还是有点用的。前后面一帮人，早知道我那个翅膀留给这个鱼了。哎，我们就不要说什么装备厉害了，好不好？真的，我从来不说我这套装备厉害的，我从来都不说。来我直播间问我这个怎么出装的小伙伴，我总是说这个出装嘛，对线 AP 啊出智慧啊，对线 AD 出这个破败，然后我推荐他们第一件出破败的，其实很多时候是这样子，我都不推荐他们按照我这套出装来，但为什么我还是按照我这样出装呢？因为我喜欢，就是有的时候就并不一定是衣服好看，是穿衣服的那个人帅，所以才穿起来好看。好，谢谢谢谢。笑什么？让我怎么出装？你可以看我这个，然后你可以参考一下。真的不要讨论装备了，有什么好讨论的？真的讨论这些装备这个东西，我就觉得很无聊。哇，我其实很烦这些讨论装备的。还没有，暂时还没有脱单。勾搭的妹子，我也不知道我现在勾搭到了没有。那个萝莉呢？睡觉啦，肯定那学生嘛。哎，我还记前那天就是你说扣一的人里头，我还是没有猜到是谁。那不用猜啊，那么多人。对啊，讨论萝莉嘛，你看露露多可爱。我天使玩的也挺帅的。这个时候呢，要把 Q 技能留下来，然后给这个鳄鱼，然后你就三杀啦。好，然后你就四杀啦。好，来，别跑别跑，然后你就五杀啦。牛皮，哈哈哈哈哈哈！哎，这个要上传吗？我觉得可以上传。啊，这个。
个而且解说超有趣。沙子想把我踹走，结果那个墙比较厚。厉害厉害，牛皮牛皮，六六六，牛皮牛皮，谢谢谢谢谢谢。所以为什么要出羊刀呢？你刚才出了羊刀，你能活下来吗？是不是？是不是？你看，我觉得还可以起一个，就是不出羊刀的 team 是吧？完成了五杀。